这是新鲜的，不用了，拿着，真的不用。这怎么办啊？下车。 通行令，在下关羽，空口无凭。我哪知道你是谁？二哥，这位将军，没什么问题了吧？那位也要下车。 东林关不畏虎啸，奉天子令，格杀关羽！二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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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二
韩福，还记得我吗？<笑>关大哥，别来无恙啊！啊，这位是刘备夫人。啊，关大哥，进来可好啊？哪有你福字好的生意那么好啊？我看到整个洛阳城工地里，全部都是你帮中的兄弟，<笑>都是托董卓那混蛋的福。 一把大火把洛阳城烧成这样，韩兄弟，你的老本行还在做吗？韩福已不过问江湖的事了。可惜啊，谁不知道，福字号的长短刀枪西门暗器都是天下第一，就是杀孽太重，报应了，弄得个家破人亡。啊，想当日若不是关大哥。 韩福岂止只断一手啊！这么一个乱世，还有谁可以独善其身？实不相瞒，关某要回刘大哥那里，不如你跟福字号兄弟们随我再投奔刘大哥吧。不去了，韩福追随二位大人十几年，到现在一点杀敌的雄心都没了。那好吧，关某也不强人所难。 其实我今天来是想借用你的船队，送我跟大嫂回刘大哥那里去。关大哥，为何还要打下去呢？这国家死的人还不够多吗？以前我们打，是为了能过上好日子。曹大人掌权以来。 白费复兴，日子虽苦，还算得上是好日子。<笑>
你已经是曹操的人了。我只是个普通人，曹丹让我做的就是好好的活着。今天可不可以放关羽一马？关大哥，我不是你的对手，可是皇命难违。关大哥，你为何不躲不闪？你明知道真相有剧毒，因为你我是兄弟，你不是我对手。恩断义绝。你为何不躲？你我是兄弟，我又怎能亲手杀你？孟檀，大哥，我就杀了他！杀了他！杀了他！Come on.
嫂子，嫂子，没事了。我就要用这把刀杀了你，替我大哥报仇。关羽可以死，放过我嫂子。你就是关羽，你就是那个残杀了并州五万平民的卞喜，是五万刁民聚众造反，死不足惜。听说以前你在并州也是造过反的。以前造反是因为没饭吃，可造了反也没饭吃，你看现在我吃得多好。知道错了就应该改，你应该跟我一样。不一样，我杀人不是为了吃饭。错，你就是跟我一样。上上you
前往公子衙门在哪里？衙门已经关门了。我听说这里的太守是一个大贪官，而且还是一个无恶不作之徒。城里的人都被这贪官吓跑了吧？你错了，今夜有灾星。 人都走光了，我要找的那个贪官，不是你。都一样。你跟那贪官什么关系？我本来是他的副官，一个月前我杀了他，蒙皇上恩典，不才王直，现在是荥阳太守。是你把这里的人都撤走了？听闻关大将军北上而来，一路过关斩将，到处尸横遍野。 王直不忍生灵涂炭，斗胆前来，为的是留住关将军。你是个好官，算了吧。Yeah! Yeah! 关羽，你连命都不要，值得吗？只求能留住关将军一时半刻，值得。你以为关羽真会伤害那些百姓？这事的，谁说的准？曹操说放我走，结果下格杀令，到底是谁说不准？对错是王法定的。如果关某是罪有应得，我愿受刑罚。 王直，等我办完事，我会来荥阳，任你发落。你不用回来了，你的事完不了。前两天，有一行僧人和一个姑娘投奔汝阳，我亲自带兵，在南阳道上。 把他们请来了荥阳，人呢？他们的藏身之所，我已经鸿雁传书给了许都。有请关将军
到许多那儿去投案，要快啊，要不然他们就得活活饿死。在哪里？告诉我，否则我不会再手下留情了。不用了。关羽真的会留下来吗？你知道好马为什么不吃回头草吗？因为回头草不新鲜。对喽，刘备过时了，我曹操才是新鲜活色。嫂子，再往前就是黄河渡口。关羽告辞了。阿哥，阿哥。嫂子。阿哥。送君千里，终须一别。那天关二哥中了曹操的迷药，可起来没有？二哥的心意起来是一清二楚的。回到汝阳，我就会求刘大哥把我许配给二哥。荒唐，你已经是刘家的人，怎么能说这种话？今天起来只愿嫁给关二哥，一路上二哥为起来以身犯险，起来是看得清清楚楚的。当年你为我杀人，为什么不告诉我呢？难道你从来都没有爱过我？如果二哥真对起来有情，刘大哥一定会成人之美的。就跟我回去吧。要是我不跟你回去，你对我还会有情吗？告辞。你不能为曹操办事。把刀放下。你就为一个不爱你的女人要与刘大哥为敌吗？关羽没有这个意思。现在只有刘大哥登皇位才能救天下，曹操这样的小人只会令天下更乱。我只想为天下人做点事情。是否真的非杀不可？看来关羽真的非杀不可。请你告诉刘大哥，关羽已经死了。对不起。你没对不起我，请你放心，关羽绝不会做出对不起刘大哥的事。保重。大人，要不要过去看看？英雄嘛，难过美人关。
不要紧。保护大人。是我下的令。曹孟德，让关云长回去，天下将永无宁日。你以为我不敢杀他？杀了他，否则从今天起，天下将永无宁日。好，我一定会杀了他。非要杀关羽吗？皇命难违，皇命难违，皇命难违，你就连命都不要了？我的命早就不是我自己的了，你也一样。
大哥，不要为难小弟。全都给我滚开，谁敢阻拦我杀了他。谁敢动郭云长，我宰了他。云长兄，不要再打了。你这个昏君，皇命难违，我呸，我杀了你这个昏君。住手，我是天命，你杀不了我。你是天命，我就替天行道。郭云长，皇上是杀不得你，杀了他，所有的人都有作乱的借口，到那个时候会死更多的人，不懂这个道理吗？你为了一个女人，不爱你的女人，跟天下作对。她是你的嫂子，别人的女人活着就能对你怎么样？